Can you dig it? Can you dig it? Can you dig it? Drop that. 今天 Can you dig it 第九课来啦！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呢，就是 Scratch 的牵音，还有 B Jungle 打反拍用小鼓跟大鼓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就来 Scratch 的牵音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今天呢 Scratch 的牵音呢，就是它就是进阶到比较有节奏感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我小时候想学呢，想学这个东西是我第一个就是很想学的，就是这个牵音，因为我觉得很炫，好不好？然后有那个咔咔咔的感觉，好，它听起来就是很立体。好，有没有很炫？有，好。好，这个就是切音。好，首先呢，切音这个东西呢，我们会分正切，好不好？就是出去的时候把它切掉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自然回来了，因为回来的时候它这边没有声音，所以等于它自动把声音关掉。好，那出去的时候，因为它前面还有声音，所以我们fader要关掉这样子，所以出去的时候会切。好，首先fader打到中间，就是让它有声音，就对，开到中间来，然后出去的时候就把它咔掉，哈，咔咔咔，好，练习这个咔咔，好，然后回来。咔，回来，咔，回来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平均，好，它的范围要平均。好，所以切音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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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可以，如果这个 OK 了。比如说，你配上 beat， 好，然后再配合放的或是黏住的，好去做搭配。好，这个东西好，飞的打出来，然后正切 ，OK， 回来 ，OK， 回来，啊、要切到，好、哦，要切到，要切到，就这样，好，希望大家可以练好这个正切。好，再来呢就是 juggle 的部分 ，juggle 部分呢，我们要打那个、小鼓，好不好？先做一下正确的，也不是正确，就是通常的方法。先四拍两拍一拍哈，一、三、四。好，一拍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之前的课。
然后现在要教的呢，就是打小鼓，哦，这样子哦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它就是在四拍里面，然后抓到小鼓，然后打，然后是反拍。那我们通常正拍的时候，我们算拍子是如果有身体动画，一、二、三，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刚好是正拍的东西，那上来就是反拍。好，因为你看啊、哦，1 and 2 and 3 and 4 and 5 and， 所以上来那个是反拍。那一开始呢，你要练的呢，就是。单抓小鼓，然后彼此就给它放下去，然后你就开始打。你看我的身体哦，我上来的时候刚好放拍子，好，就这样，这样去练。然后一样就是先练，先练一只手的，那左右手都要练，这样打打 beats。然后它也可以用在大鼓，然后也可以用在小鼓，好、哦、做一个那个切分的那种感觉，好、哦、就塞一个小鼓进去，看一下啊、哦。好，换大鼓哦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主要就是练一下，就是你可以练单边，一直打到尾，一直打到底，就放一个 beat， 一直打到底，去练那个切分的感觉。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又到了，那个秀一下的时间哦。好，今天秀一下的时间呢，我跟你讲，不是秀唱的，也不是秀 NPC， 我要不是钢琴，我要请人家表演魔术方块，好不好 ？Are you ready? Yes. Ready. 好 ，Magic.成功了，帅！为什么要表演那个魔术方块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自从买来之后，我把它弄坏之后，我从来没有煮过。然后那个 pH 7.0，他把我这样弄好之后，我觉得非常神。所以我觉得不会煮魔术方块的人，你可以来找他学。好、哦，他应该、欸、没有了。好 ，Can you dig it？ 我们下次见啦。